吃。哦，你不是欧尼，是你是欧姆尼。他有概念的。来吧，来吧，来吧。他不急不急，我没有，我是小鸡。哎呦，你要拿什么？哦。哎呦。爱你们。哎呀。You are my V V I P。嗯。让你 try 一次。哦，汉堡牛是 OK。来 try 一次。Try。OK， try 一次。OK， 真的很难哎。谢谢，是来哦。我们给他多一次 try 的机会，他也没说谢谢。아니저희가한번기회를드렸는데왜고맙단말을안하세요아쉐쉐好，杰西卡，자하겠습니다杰西卡씨来喽。자시작비네노시작得好强啊！怎么会？第二 round 他已经加一了耶，好夸张哦！너무잘하셨어요。知道你了。完蛋了。네개다들어가기를네개네개네개完了，那他就吃定了。对没有，我再让两个，让多了，我让多了。哎，你嚣张！三个牛肉哟，好强哦！牛肉，他也吓一跳，真的太惊讶了。啊！完了，我让多了。谢谢哥哥。你可以吃得到的啦。谢谢熊。谢谢熊。谢谢欧尼。欧巴，欧巴，欧尼，欧巴，欧尼，欧尼，欧尼，你是欧尼。哦。不是，你不是欧尼，是你是欧姆尼。欧姆尼是奶妈吗？妈妈，妈妈。那欧尼是什么？姐姐，欧尼姐姐。那妹妹呢？妹妹是有东城，同城，同城。有东城，有东城。哇，嗯，我这么冷，到底是什么？还有没有？이거진짜여러분이드셔보셔야돼요이거설명을할수가없는맛이에요我觉得大家应该大家都要尝一尝这个，真的很难说明，很难以形容它的味道。약간여러가지의식감이다들어가있는데뭔가되게 heavenly 한느낌이에요할수있다두개다드셨어요네어 lucky I'm so lucky 好厉害哦 lucky 接下来要干活了哦得得得得得还奏乐嘞哇哎呦他通常会在把什么东西冰在冰箱里面일단요즘에여름이라서因为最近是夏天嘛很热嗯그래서샌드위치的材料哦这个好吃吗这好吃哎你就这么打开你是那怪叔叔哪边皮痒？我痒了，就是人家的巧克力耶。哪一支这样？请多用，请多。真的吗？那我可以喝这个吗？你敢喝？你我超爱喝这个的。你涂完的。对。那我可以喝真露吗？你喝，请你，要穿一个真。我要喝一下这个。哦，那个很好喝，气泡水。今天买什么的一个碳酸水？对。嗯。我大概知道他要做什么了。今天要做什么菜？我是辣炒，辣炒面包。辣炒泡面。辣炒泡面，
跟떡볶이没有关系。떡볶이하고관련이없어요。这边有떡볶이。떡들어가요조금。又加一点点。加年糕。也加点年糕放在泡面里面。炒年糕。炒年糕泡面。你是啊，你也是。我也是。我是神父。啊，神父你是神父。你是神父。他是 chef。chef。不是 chef。厨师。啊，이렇게이렇게。他现在你们的刚好个子就是这样子。哦呀，你这样拍起来好看。你看你不给我这样拍起来才好看。他怕。对，他有概念的。굉장히잘하신다고两杯그럼그정말진짜그런가요포장은이제저는그래요我是这样큰게있으면고기에도좋아가지고你看就是看起来有大颗的就是看起来很美味鲜菜鲜菜啊他 OK 的他你看他自圆其说的能力很强的약간엉터리지만虽然看起来有点不太像样不过其实是有缘很棒떡볶이는한국에서는좀辣도맛있거든요辣炒泡面年糕的话在韩国的话味道稍微甜一点也很好吃哦这是台南内陆的哦这比台南还大匙它加了三汤匙的糖我就酱我吃酱我就酱辣椒酱辣椒酱你们喜欢吃辣吗木鸡木鸡木鸡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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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鸡木鸡，我是小鸡，小鸡，我有小鸡，木鸡木鸡，小鸡，五分钟把它做完，5분안에다셔야돼요。拉面，把那个撕好就放一下。哎呦，你要拿什么？哦！杰西卡，你会觉得你选错人了，选错人了。这要不要？哎 ，no thank you。啊，가만히있어달라。他叫你旁边一点啦，他叫你旁边一点。你先不要动，你先不要动。年糕，那怎么做呢？몇개나올까요？要放几颗？你说几颗？哎呦，你我，哦，大概5颗。5개5개啊。그러면10개那么10个。哎，还有我们呢，我们大家要吃哦。哦，一台不确定一个，他们谈。他放10人，我要放几个干嘛呢？他做这个，也放几个，他放10个，这什么意思？大锅，15。15，哦，15个。지금물에불었어괜찮아요빨리넣어주세요제발좀넣어주세요叫你快一点。快一点。这要煮很久哎。아니그냥이렇게넣으면你看，哎呀。就这样放啊。他不是说15个，把那就乱丢。接下来，你要不要重选？要不要重选？我们三个，我们要重选。아그래요어파트너다시부르시겠고요아니요저는그의리가있어서没关系我还是蛮讲义气的我蛮讲义气的嗯 OK 哎呦点头哎整个尝一尝味道这个我请了吧怎么样呢怎么样 OK 有点辣台固没问题的要辣还要甜，要辣要甜，没有加气势吗？没办法融化，啊，那咋干？哦，要里面放里面，啊，那的东西。哦耶 ，finish， 好 ，finish， 好 ，no，OK，OK，OK，no，no，no，over， 好，时间到。好，没感觉，比较累，今天我要喷火了，真的很热。在韩国，可大部分你们。就是流着汗吃像我现在这样吧매우면매울수록스트레스풀린다고생각해요越辣越让人觉得可以减压对不不是解决他的压力输了没关系我现在完全没压力네제가10주년이되어서이렇게기념하는앨범을내게되었는데요많이많이사랑해주시고앞으로제시카대만에서도많이뵐수있었으면좋겠습니다초대해주셔서너무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